张庆俊先生是第一名进公司的，学历惊人，所以会盯着你看，而我是最后一名。还有传闻说我是因为靠关系才能进公司，所以我们以后各自吃饭。我觉得他很爱你。会吗？他要在公司实习到什么时候？妈，副社长，您的司机。谢谢你，李莹莹小姐。您客气了，祝您有美好的一天，副社长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全台首播。